正在把主人丢在海里头的狗狗，它的名字叫豆豆，它非常的可爱，会帮助爸爸在车后指挥停车，看着车的距离够了，它还会再往下提醒爸爸呢。在家的时候看见奶奶要杀鸡，它也会向奶奶求情，希望放过它们，真的好可爱啊。豆豆知道自己犯错了，奶奶洗菜的时候它还会撅着屁股帮忙端菜呢，真的是乖巧的小豆豆啊。他有时候也会讨好爸爸，会帮忙给他拿着水管洗头发，这样的豆豆赶快收藏转发。